接大年初九，槟城大山脚鱼池聚集了成千上万民众前来参与一年一度的高空拜天宫庆典。现场除了有高空拜天宫，还有六尺平台上的高空捞生，场面欢腾。更令人开心的是，鱼池中华龙狮团举办了近30年的高空舞狮拜天宫庆典，终于获得大马纪录大全认证，成为全国最高舞狮表演。辛苦了40几年，今天终于得到这个荣耀，创下这个纪录，我们在此祝愿他们步步高升。滨州首长林冠英也用福建话为现场民众捎来祝福。希望大家今天你会使做一个兄啊，做一个王啊，做一个法啊，兄啊，王啊，法啊。镜头转到槟城信州桥，这里虽然在傍晚时分下起绵绵细雨，但雨停后依然人潮汹涌，大批民众挤爆现场欣赏高桩舞狮表演，鞭炮声此起彼落，民众当然不忘上香祈福，希望新一年好运来，幸福平安。